介绍你嘅韩国超级市场叉店。诶，睇唔到，睇唔到。冻，其实今日都仲。Here we go！ 哇，依度好大啊！姑且睇下佢有咩龙料先。韩国水晶梨，如果喺呢个超级市场冇买肉咧，我系唔会走噶。哇，我真系咧，好耐未试过行超级市场咧，系一路行咧，一路流晒口水。呢度啲肉咧，啲油花又劲靓啦。不过闪光弹喺度讲紧，原来呢啲牛肉截咗之后都要成5蚊加纸一块。哇！呢啲豬腩肉仲唔系天堂，仲有呢啲用嚟打边炉嘅牛肉、羊肉、猪肉片，我真系一路行一路流晒口水咯。但唔知点解咧，韩国超市系会有海底捞同埋呢个留一手汤底咯，唔该。有冇人咧会买呢啲大骨汤配料翻去自己整呢个猪骨汤噶？我厨艺就麻麻地咯，不过大家就可以嚟呢边一次过买晒。哇，呢啲可以饮骨水噶？诶，唔系啊，呢啲原来系牛尾嚟噶。Three days later， 我唔想离开呢个买肉嘅地方啊！有冇人明白我啊？点解呢啲韩国萝卜好似好短小精干咁嘅？有现成人心鸡汤料啊！如果你比个男朋友激得多咧，你都仲可以嚟呢度买翻几条人参补下佢，顺翻条气嘅。可能因为韩国人都煲药膳汤啦，所以呢度其实都几多药材可以买。但系喺万绿丛中一点红当中，我发现到他哋啊赢！煮餸当然不可以冇酱料啦，而呢度就是一行又一行，一行又一行的酱料，再多啲酱料。他叫我不要买啲咁平嘅酱啊，话咧可能通常是啲唔系太好的 ingredients 啦。哇，20几蚊买个酱好贵喎，老细。Red pepper, glutinous rice, salt.That's it. Three ingredients. 23蚊啊！唔少得嘅泡菜，诶 ，focus 唔到嘅，hey focus。我想买好辣、好辣、好辣嗰啲泡菜，但系我唔中意食铝袋包装嗰啲嘅。呢啲22.99两罐，仲有呢啲10零蚊3个细细兜嘅。哇，但系呢个好食喎，我都几中意食辣萝卜。哎呀，仲有呢个鱼片啊！呢度仲有熟食卖噶，炸鸡啊、便当啊呢啲又唔少得啦。泡菜煎饼，仲有泡菜炒饭啦、啊，牛肉粉丝，仲有寿司。哇！八折呢个炸鸡我系超想买啦，不过谂深一层咧，其实 Covid 呢个时间，然之后有啲食物有个窿咧，就好似唔系几安全咁咯。黐线！呢啲红豆鱼饼劲香啊！哇！呢啲曲奇饼我劲想食啊！等我喺闩门之前，快啲周围行下，睇下仲有咩买先。见到红色嘅嘢咧，我就好想唱首歌。呢度仲有劲多饺子啦，长方形噶啦，圆形啦，我都几中意食圆形呢一啲嘅，同埋我中意食煎饺，呢啲都好似几好食。哇！但系呢个个样蓝色包装麻麻地，哇！呢个见到都劲想食哦。呢度咧其实仲可以买加品嘅，如果你哋想蒸饺子嗰啲笼咧，呢度都有得买。有边个要喺屋企整韩式铁板烧咧，又可以嚟呢度买翻个铁板啦。但系系咪会搞到成间屋都油烟味噶？啱啦，咁你就可以嚟呢度买埋韩国洗头水啦。另外呢度仲有口罩同埋韩国女性用品。哇！我竟然喺呢度揾到棉质嘅 M 巾啊！话锋一转。门口仲有个 bakery， 可以买啲好 Q Q 嘅蛋糕。
再行出啲咧，就仲有呢啲即买即食啊，上车食啦。我嘅意思系嘅铺头。好，翻屋企。哇，我觉得咧今日可能系我中六合彩嘅一日啊，因为闪光弹话带我去茶餐厅买外卖啊，我已经谂定啦，沙爹藕面、多汁、酒汤、酱。这个就是多伦多所谓的时代广场，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的样貌。我成日咧都几中意啲旧嘢啦，呢个写住烧味嘅牌都几靓，但系都唔够呢个叉烧咁靓。趁等紧外卖，就同大家嚟睇下呢个时间停留嘅商场。哎呀，原来我发现我个镜头貌似裂咗。后攞咗外卖，我哋就翻上车食啦。最后我嗌咗我日思夜想嘅煎酿三宝。同埋干炒牛河，虽然我冇叫沙爹牛啦，咁但系，大家都系牛啦。特登留咗一半干炒牛河翻屋企食，因为我要加呢个由我哥哥 homemade 嘅辣椒脆脆，其实好似冇中文名噶，不过呢个辣椒脆脆系超级香，我好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哋喺香港嘅话，一定要去订，因为我自己咧系带咗一小盎过嚟啦，跟住每次食嘢落啲啲落啲啲，我就嚟食晒咯。就是这样，收工之后出来放下风的时光已经完成了。想知道有关多伦多生活的大小事，就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